这款魔术扫把是软硅胶的材质，能把地面上的干货给你刮得干干净净，不像老式的扫把扫完地面以后上面全是头发，这个你直接拿水一冲就 OK 了，干货都能给你处理得明明白白，湿货就更没问题了。浴室里面洗完澡的水渍全都给你擦干净，擦完以后不留水印，厨房的地面撒点东西啥的用它一扫就干净了，还能替你擦玻璃擦镜子，好用。我们先用这种老式的啊，看有水印对不对，换这个看一下多干净呀，再用它来扫地，看着地面上挺干净的吧，来走一圈，灰尘毛发呀全都出来了。自从跟我妈买了一个这个，她还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了邻居，结果邻居看到了都说太方便了，他们也想买一个。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嫌贵，今天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你走运了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，一个就能满足一个家，真是后悔没有早点买，今天趁着厂家直销我又多买了两个。